台中启动花举办精品咖啡线顶的评鉴比赛，今年有41支的咖啡来参加，讲分数拢超过80分，拢有精品咖啡的级数，竞争真激烈。评审针对咖啡豆的风味、酸度、各芳馈来拍分数，为了推广台中咖啡产业，台中启动花接连第四年举办咖啡评鉴比赛，今年拢总有41组咖啡报名参赛。评审在评鉴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辛苦，因为他必须要非常的专注，在抓出每一个豆子的风味的细微。今年因为疫情，主办单位嘛照旧年做法改用线顶，啊，评分下来参赛咖啡豆的分数全部拢有超过80分。对于我们台中市的整个咖啡的一个品牌以及知名度都有很明显的提升。中央广播嘛是用网络线顶直播的方式举办，希望能让大家减少消费。台中市农会嘛强调，希望透过当年举办的评鉴比赛，让农友有愈侪机会交流。我是林依文，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记得收看五二动起来，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